我严重怀疑 2.4 版本的活动策划是垃圾桶单推人，一共三个活动，两个都是垃圾桶当看板娘。不仅如此，这活动名字也是个顶个的重量级，日抛一掷留影计划，乍一看没什么，别急，跟阿琼多读几遍。日抛一掷留影计划，日抛一掷留影计划，日抛一掷留影计划，日抛一掷留影计划。不是我们家留影是什么隐形眼镜吗？咋就给日抛了呢？如果说这个你感觉其实还好，那接下来这位开拓友谊魔法才是真正的重量级，这标题加上五个小桶，再加上他的 NPC 小桶宝力，我感觉下秒我就要学习友谊去了。还有这个鬼畜的玩法，召唤小桶宝力进入战斗，完了又是扔炸弹，又是坐大屁股堆儿。你瞅瞅对面的怪，人家为啥都把头低下去？我估计人家也接受不了自己能输给五个垃圾桶。那最后对于这两个活动，阿琼这样说：好神经，我喜欢，请加大力度，谢谢。